哎，我们写第三层。哦，我们写第三层。哦 ，OK。好，好，好，没有问题的啊。懒也没有问题啊。难，这难字可能有些人会，会解读错误。难呢、啊？难它的，左边是每次都是，左边是这样，可是它连在一起，它写的了，它把这个拉上去，哦，所以要小心。另外这边各位，它这边是这样，看到吗？是这样，这边，哦，很多人把它写成这样，哦。因为看不到这个，这个其实它是从这边下来，看到吗？这边下来，就从这边下来啊，然后这边呢，再推下来，啊，它是这样推的。它写的太快了啊，很多人就以为它是这样。好，啊，其实需要一点这个啊。词没有问题，词写过了，有这个有。他可能写错字，他就涂啊，你不需要跟他这样涂了，你来噻，你可以写重一点了，啊，不需要跟他涂，啊，对对，他写，不管他写什么字啊，我们讲，写他涂，知穷，这个穷，它上面是两撇，他写成。好像一个短横这样啊，它其实是两撇的。起没有问题，起上面是什么？是一个山，一座山。这个山在草书里面呢，它是这样走的，这样啊，只有它起笔是从这边开始上去，这样走啊，在上面。下面那个斗呢，就有点麻烦了。圈很多圈，好、哦，看到吗？一个口看到吗？这边口下来了吗？它没有封了，因为口啊，口可以怎么样？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，也可以这样，也可以这样，啊、哦，很多了，各种各样都可以啊，那、哦、也可以。所以他写这个起的时候，他是。它的这个第二个口吗？那是这样，好、哦，有点啰嗦了，可是它没有错。通习惯上它是写成这样，看到这个，好、哦，变成两点了。这点写的时候啊，各位要这样，好、哦，推上去了，因为它断掉了，知道各位不要写成这样。哦，要写是应该是，好、哦，稍微这样推一点啊、哦。平呢？平，它上面是什么？看到这个吗？这个看不到。嗯。哦，这个。嗯。看到。有对象吗？它不是这样的，你很多人把它写成这样，啊、哦，这个背呀、啊，背啊，它不是，它是这边，看到吗？好，然后再写这个背，好，背，非礼身浊病没有问题的啊，厥养没有问题啊，养，好，养那个食，心什么？怯不是怯，那就是功嘛，功夫的功啊。公而切啊，以前相通啊，啊，以前我们写一个集字里面有一个什么少什么少，啊什么，啊，小普可以啊，各位这个能啊，能它不是一撇啊，上面看到吗？它断掉了，这个能啊，这样才对啊，
可是它好像这样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应该是连起来，能啊，这样你就容易看。这下面那个是什么？下面是那个月，看到吗？月啊，这个月看到吗？月，所以它看起来好像是断掉了。这个，看不出。然后这边呢？各位，如果你写这边签诗的时候啊，这个不要强调。就如果你写这个能，这样可以，除非你签你十签的时候就可以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就这边是签诗，到这边是签诗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边他写的时候，他其实是。我们是习惯写这个，直接写这个，而不是这个，这个能的，就是它的右边啊，它不是这样的，右边当然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是什么情况？这个是牵丝的情况，就是说如果你从这边十牵到这边的话，那就是这样。可是很多人不了解，他把这个牵丝弄断掉了。那他写着是吧？那弄断了啊，那这边又这样，这样就比较不好啊。不过可能也有些名家这样写啊，那其实不是啊。刘克清明不厌没有问题的啊，这些都可以。红没有问题的啊，红。红秋帆没有问题，寻，这个寻是什么字？寻啊，这个看到吗？这个不要写的无理无图啊，看到这边呢、啊，就以为它是这样。不是有些人 gloss over 就随便写啊，不是，鹤没有问题，鹤这是一个口，看到吗？这个口呢，它直接这个口啊，它下面没有封啊，这个口看到吗？看到这个口吗？它直接这样拉下来，又。连住了，贺，这个老，贺老，姓贺的，寻贺老，这个老字当然我们现在是这样写，以前这边写成一个什么，一个公啊，一个公啊，公啊这样写 ，OK， 这个写成一个公。有哪一个字呢？有一个字，你知道这个泥土的泥吗？泥呀、啊，泥也可以这样写。见过这个字吗？泥呀、啊，泥呀、啊，也可以这样写。那两个所以有时候它相通了。再九。这个酒各位小心看一下里面，这个酒，你看到里面这个吗？它是什么？它是弯的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啊，这边酒，当然是米夫的，你看到这边吗？这边你看一下，你看到这个吗？看到吗？所以因为这个关系，它里面是什么？一个横，看到吗？那很明显。如果它是这样呢，那就两个横。因为这个它有一个转一个弯，这个弯的关系啊，它只需要一个横就可以。过没问题，过。东，他喜欢这样东，
江东江，江习惯怎么说？江啊，对，嗯，对，我大概这个字，江啊。